超级给他进 ，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好，这次呢要来抽奖了。对，我们的新的这个推理之境呢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珍宝呢也开始了，然后后面的这个互动呢就是等到抽到金光的时候呢就可以放炮，然后再放烟火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够抽到。那这次呢我真的准备的非常的充分，怎么说呢？给各位看一下，各位看到 1.25 万个回声加上2530个灯泡，相当于对 15,030 好，这么多的这个回声和灯泡应该抽得到了吧，好不好？这抽不到也没办法了。再加上101步的这个推理之境还没有走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次应该能够满载而归吧，我想。好，然后这次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推理之境呢，应该很多人喜欢这个糖果少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呢又是这个老月的弹影，还有蓝松石哑光黄。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呢先不免俗的继续先来走推理之境，先走一走，然后有珍宝就抽珍宝，然后先抽完之后呢然后再来抽这个回声，哎，先灯泡好了然后再回声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现在马上来走，走吧。好，走到这里之后呢要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个骰子呢已经更新了，变成说原本最多一次是不是只能骰五个，然后呢它现在最多已经能够骰十个了。我还是给各位看，一二一直按着，六七八九十，有没有最多可以骰到十个了？要看骰子画面非常壮观，我觉得这更新还不错啦，因为对于这种就是骰子很多的人来讲的话呢，一次骰十个呢会比较过瘾一点，对，至少可以走长一点。好，走完了最后了101个骰子，然后呢走到了哦，跨越绿色跟红色之间呢，然后呢有14个了，我看到14个珍宝，那13个，哎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还有一个能开在哪里啊？不是有14个吗？好，这个先开掉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先不要金光，太开心了，不是金光呢就是祭品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现在回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珍宝是什么。好，看一下哦，你看这是最新的皮肤，小提琴家炼狱奏曲，大家都想要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华丽的恶魔，被恶魔控制的小提琴家，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想拿。然后呢第二个我想拿的是古笛，本来不是这个邮差，邮差是这个琴键，虽然是都是恶魔系的，但是我觉得好看的应该就是这个吧，还有古笛，但是古笛人说背后有点耳，不过算了啦，反正就是有抽到这两个我就很开心了，好吧，就可以放炮加上这个用烟火，好吧。然后呢为什么这次我的主题是这个医生呢？因为不是医生，是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刘颖唱歌歌唱家，那跟我们的小提琴家呢是有渊源的，对不对？是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，是同系列的，所以呢我觉得用这个刘颖呢应该能抽到金皮。好，但是诶舞女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算了啦，用医生就好了。好，应该说起来他是一个歌手，对。好好，那现在马上来开始抽吧，一样是按照惯例先把这个刚刚走完推理之境的先抽完。好，先开启一个，开到这个涂鸦之后就全开了，好不好？诶，好，马上涂鸦。哦，是音符耶，音符是什么征兆？就是我要开到金光的征兆啦。好，现在来十连抽开始， Come on。 哇，没有哦，两个皮肤素净蓝。好，医生的，还有谁？棒棒的点唱机耶，好吧，就是就还不错啦。好，还不错，换掉。好，还有谁？酒吧酿，酒吧加酿，调酒师的。好，换掉。那两个大问号，幸运儿的，然后其他就这样子了。好，退出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单开一样是单开，我现在还有两个涂鸦，葡萄酒耶。好，很一般的皮肤，就是绿色的造型而已。再开风度粉耶，哇，邮差的。但是我要的不是这个哦，我要的是金光的那个，就是纸皮那个哦。好，现在继续来开好了。对，现在是轮到灯泡登场了。好，来吧，灯泡 ，Go。好，这是头像鹿头的，已经有了。再单开，涂鸦祭司的。好，来来来，十连抽咯。对，毫不犹豫给他走下去。三二一，金光。
炸线 ，Go！ 哎呦，这次运气不是很好哦。墨黑机械石的，还有一个祭司的还不错。地狱钥匙，哎，哇哦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是蓝皮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造型还蛮给力的，对，蛮有诚意的。好，还有谁？好，没了，两个墨黑是怎样？好，没关系啦，算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好，继续单开。金，哦，怎么又是他？这是鹿头的涂鸦，不是涂鸦，是头像。嘿，哎，没反应。好，白糖，哦，白糖，很白哦，这个造型真的非常白哦。好，可以啦，这个造型也还 OK 啦，应该是，哦，这是绿皮耶，绿皮真的是很淳朴的一个皮肤哦，超淳朴的。好，再来，怎么又是你？彩色回忆，好几次了吧？再来，小气，完蛋了，开到小气了。涅西的小气意味着我抽不到涅西的纸皮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好，这是冒险家的欢呼。不行啊，这样子不行啊。又是风度粉。哇，上一次十三娘的这种运气，该不会现在我要抽到保底吗？算了，抽到保底。再来。哦，有了涂鸦。小丑的回应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十连抽了，十连抽了，来了，各位，好，走吧 ，Go， 有了金光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保底，这给我算次数吗？哦，琴键，休闲皇，这是入殓师的，好，换掉，哦，琴键，但是，好吧，至少是紫皮啦，但是琴键我还好哎。我觉得还好，对，我想要的是其他的哦。落日皇这个造型，这配色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饱和度可以配得这么奇怪？这个好像是上色没有上完，或是褪色的感觉。好，其他都有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次怪怪的哦。好，这是头像。糟糕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妙哎。等一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换一下，是舞女对不对？是要叫舞女出来对不对？而不是叫医生啊，因为他本质是医生，虽然皮肤是这个歌唱家、演唱家、歌手，但是他实际上他还是个医生呢、啊。翻译之舞，印度的怎么样？还是翻译之舞有个舞字，翠舞也是，好了，个翻译之舞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乐谱。哦，对，就是你乐谱，对，因为那个什么最新的监管者他有乐谱，他就是小提琴家嘛，对不对？要你召唤出来才对。好 ，OK， 哦，现在终于理清了，不过不算太晚，因为毕竟还有机会，对，还有 1.23 万个回声呢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来抽咯，单抽，好，来了，涂鸦了 ，OK， 接下来就是要召唤我们的邪恶的炼狱奏曲，来吧。金光来一下啊！没有金光，绯红，绯红不是绯红啊！哎，中规中矩啦，这是谁？调酒师的起舞？不是吧？好，再来，又是小气，糟糕，空军的。完了，这次没有那么欧了吗？这次要回非洲了吗？不是吧？问号，哦，是涂鸦了。好，十连抽，不要看，先不要看好了。金光，不要金光，随便啦，就是有光就好。我应该讲金光的，是不是？落魄指挥家，我不要他，我要小提琴家，好吗？小提琴家，啊，都有了。不太妙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这是律师的头像，有点讨人厌。来咯，哦，又是冒险家的。好，再来十连抽，走吧。热浪，哎，梦之女巫的。
好吧，也不错，但是我要的不是他，我要的不是他，我要的是 you know， 我要的是小提琴家，各位。又是地狱钥匙，欸，召唤不出小提琴家吗？真的召唤不出来吗？已开启80键了，我看一下。这边可以看吗？欸，这边可以看吗？哦，这边可以看。好，打勾的这两个，然后红夫人的浊音歌者还没有，然后好了，蓝皮还有几个没有抽到，这都差不多了吧。黑男爵，好，再来吧，再来加油，再接再厉 Go， 速进来，有了，再来涂鸦，哦，有了，小丑涂鸦来了，金光乍现 Go，怎么回事？这次怎么回事？好，再来。好，葡萄酒。完蛋了，剩下7000多个回声了。我能在7000多个回声之内抽到吗？7000多个回声好像还是有，就是一单的这个量，对不对？大于一单的量，所以还是有机会的。落日黄，继续。琴键单抽金光，虽然抽过了，但是糟糕，完蛋了！我不要这个金光，我不要你呀、啊！已经有抽过了，啊！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，好歹也给我一个涅西的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涂鸦又是冒险家的回应啊！哎，十连抽，下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 bug 吗？又是小气，不要让我抽到小气的，拜托。好，这是魔术师的欢呼，再来涂鸦。快速的按一下就按到了 ，Yes， 我抽到了小提琴家，那涅西可以不要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太棒了，就是你等你等好久了哦，安东尼奥也拿到了，太棒了，可以提早拍了 ，Yes， 等一下、哦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放几次烟火、啊？从来没按过烟火哎、欸。好，5次还是6次？好，可以换一下，看一下外观，外观，外观，我有轮次的《炼狱奏曲》，看一下。哦，还会滴岩浆哎、欸，还会一直滴哎、欸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滴口水，但是滴岩浆。好，期待一下。哇哦，哇，各位这个造型也太帅了，各位。哦，他的头发是岩浆哎、欸。都有看到吗？然后他拉这个小提琴，太帅了，我终于抽到了耶、yeah！ 那下一集呢就能来拍安东尼奥了，那下次呢各位就敬请期待吧。好啦，结束了，可以了，来看一下其他角色好了，看一下这个谁啊，邮差是不是？好，邮差看一下哦，欸，邮差嘞，在这里。好，琴键，好，琴键也是长这样，就是恶魔系的啦。然后眼镜也是会发光，但是比起安东尼奥来说的话呢，他就是略逊一筹。但是应该也是有人喜欢这个皮肤。好啦，结束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玩这个抽奖的影片咯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咯。想支持我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收看小铃铛，另外 IG 呢也不用支持我。我是欧拉，下集见咯，拜拜。再来放个烟花了。